弹幕是一种神奇的东西，它能像炮弹一样横穿屏幕，直戳人们的笑点。小编长期潜伏弹幕圈，发现弹幕一般分为以下几种：一、特效类。漫漫长夜无心睡眠，小情侣偷跑出来约会。苏苏，你看，这里的星空好美啊！哎，说好的星星呢？别着急，星星来了。这浩瀚的星河，免费特效，果然炫酷。二、剧透类。恐怖的雨夜，柯南所到之处，果然又发生了命案。这一次，凶手会是谁呢？警察叔叔，他就是凶手，快抓他！三、贴心护体类。男神特工执行任务时，不小心被坏蛋发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男神，我来保护你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超强人工手动隐身术，你值得拥有。四、神评论类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简单的爱好，例如我是一朵小花，那我姓柳，我呢就画一个细长的柳条，我就写一个五字。小燕子是一只鸟，削剑简单，一只削一把剑都可以。尔康，你呢？我就画一个鼻孔吧，我就画一个鼻孔吧。弹幕君，你还我风度翩翩的尔康少爷。